哇哇哇！各位港澳嘅街坊朋友仔，睇下呢套真系筍啦，現樓現正嗱，呢邊已經入住咗噶啦，睇到睇下呢個屋苑內園綠化，望翻屋苑嘅護景嘅，而家零首期月供7200蚊就可以上車，我面前呢一套110方嘅精裝大四房，南北對流雙露台嘅，送埋隔離嘅中央冷氣俾到你，而家就係客廳位啦，感受下呢邊就餐台位。呢边是门口的，门口入嚟呢度咧就个实木门，呢边入户花园赠送俾到你嘅，咁呢边都是望翻湖景嘅，啊，感受下，继续行翻入去呢边就餐台位啦，我哋入去出去睇下呢边嘅生活露台，嗱，生活露台望出去都是可以望到湖景嘅，而且好开阔，好开扬。完全冇遮擋嘅，啊，對面呢啲都係入住咗噶啦，現樓現正，唔使怕爛尾。呢個櫻花嘅熱水爐都係交付標準嚟嘅。咁入嚟呢邊廚房位 L 字型廚房，雪櫃位呢度定制嘅廚櫃啦，同埋廚房嘅三件套都係交付標準嚟嘅，名廚嘅設計，而且到時候仲送翻全屋嘅電器，即係你買翻全屋嘅家私就可以拎包入住啦。入到嚟呢邊。客廁、鏡櫃、大理石嘅洗手台，呢度名廁都係做好曬俾到你嘅。咁呢邊做咗個嵌入式嘅儲物櫃啦。呢邊第一間房，感受下兒童房嚟嘅，飄窗位全贈送。呢邊可以擺衣櫃啦。咁呢邊望出去就望翻屋苑嘅內園嘅綠化好唔錯，而且完全冇遮擋滯。咁隔離咧呢邊咧第二間兒童房啦，咁做咗個。細房啦，整體空間都好市正嘅，呢邊望到湖景嘅景觀就會多翻啲。咁對面咧就係、是、多功能房、陽光房嚟嘅，可以做個書房啦，都可以做個客房嘅。咁睇下呢邊270度嘅彩光窗，啊，睇下呢個湖景，屋苑園林掂唔掂？彩光通風完全冇問題。呢邊嗰對啲仲未完工嘅，到時候完工嘅話，呢度都會有綠化嘅。最後就是主人房了，感受一下你自己的房間先。這裡擺個1.8米的大床，飄窗位都是贈送的，都是望回屋苑的園林湖景，啊，衣櫃位這裡都是配的了。這邊呢有回光濕分離的套廁啦，都是采光通風沒問題啦，可以做到南北對流的。現在零首期總價175萬，月供7300蚊就可以直接上車呢一套啦。翻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只需要20分鐘時間，感興趣嘅街坊朋友，快啲 call 我睇樓啦！